秀出修长美腿，高颜值韩国女团 For Miss Night 出现在大荧幕上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以刀群舞闻名的大势男团 The Boys 也亮相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Boys。用中文向台湾民众问好，还指名台南市民，就是因为台南首度推出世界 K-pop 线上演唱会，不只邀请当红团体，还找来脸蛋天才车银优担任主持人。其实三年前他就曾和团体 ASTRO 一起到台南演出，今年再度受邀，让粉丝朋友大饱眼福。所以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，大家不用出门跟人家人挤人，也不用在家里闲着无聊，就来看台南好样的世界线上演唱会。疫情升温也不怕，在家就能看全台第一场跨国线上演唱会，不只有歌手精彩演出，更结合台南古都特色和美食小吃，也准备小游戏和活动，邀请粉丝们四月十六在线上一起共享盛举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